大家好，今天我们家那只羊3100买的两头的，然后其中一只羊要下这个羊宝宝了。我妈和我准备把这个羊牵出去。啊，我来在后面干一下。又干干了。去，我也不敢打了。下了吧，赶紧走。不走饭。他开始露头。我看已经快失去了，那个刚叫你叫我的。可露可。啥破了？不能去。啊？不能过去吃一脚，你要上边儿就站着，脚模子破了你。啊！还出来？啊，出来了！这腰子响了。我去。这再长一点，你也不在这给他找个帮忙的，你去他站着去了。你还慢慢去他试试，那不去这咋弄啊？咱不叫上这个羊。硬一个羊生的时候，一个羊一个样，那没办法，叫到能生上来，这不来叫了，就扔了，这他没下水，没下水，再等一会儿，他走在那还不好弄呢。也吃不着你，你带你。帮他使点劲儿，把他拽来。嗯，带着往那来的。来，别急，都带上。这个腿，我的天哪！这羊毛都能下腿啊，这窝里下了四条腿。小妈子，其他俩腿搁窝里边去。出来呀！这咋弄？你干的，别扯他妈妈！你不敢找人看他们，这俩亲家子都下来了，真能老真能憋着我的天！你是你亲家子吗？那下好几家子，太叫我来这羊里开。来扣嘴呗。你看这羊生小窝呢，还卧在那，卧在那还好，后面找着的。受啥罪呀？我天哪！吓人！我天哪！我得再下后腿，这真难拽呀！那别这样，别给他理理他呢。叫鸡妈，别走了，叫天的。吓死我了！这羊太大了，我天哪！我这大只，我也吓一跳。模样是说我。是一样吗？怎么着的？没看你给他好。哎，马上握这上面，这那上面光有点滑。不是，你叫我脚啊，也吓人，吓人，老老的，还是个叫骚蛋啊。骚蛋啊！我要肥羊，这个骚蛋。咋的？我的天呀！我那老这个腿，我感觉到一只头大的很，摸到那个地方屁股上，这个头你看着吧。我的天呀！这羊怎么吓得很？天呀，妹子，这。没，挺多大的，挺大的，吃亏你。
黑黑黑的一个羊羔。站，等到等到腿都会站。人家沙漠也不叫俺老黑羊，也不可以。嗯，这就好了。这刺刺在脚上。看多大呀！天热了，那个羊长来的，热了再弄一块。